哎，龙哥，这谁啊？哎，王祖蓝，王祖蓝，这谁？这好，就是泰国艺人，这不不，这绝对不是王祖蓝，这不像王祖蓝，这张像，这王祖蓝，哎，铁骑，王祖蓝，这张像，像，他在拍，完了啊，哇，好帅啊，我们是，变脸变得好快，他拍了他，看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是我们，是我们看到了虚假的人吗？是我们的团粉，夸张夸张，资金比较匮乏，所以没有给他 P 好。哎，你们没有看到昨天晚上我觉得门口拉了横幅吗？你挡住了麦，什么收卡的麦了？那再说一遍好吧。什么？你们快走快走！就是昨天晚上门口给你们拉横幅，你们的团粉写的什么？是吗？脱线木偶脱粉永远不脱粉。哇，跟我们组的队风很像。表演的道具在。在。我可以拿了。那我要重拍。你不需要，不重要 ，OK。我要重拍龙哥的，就社会流氓。我要重拍做大哥的女人。我跟你说，写这个写这句话的人也很可怕，一生所爱。啊，这张就正常多了。这是你吗？整容前。哎，那是十年前吧？这么年轻？上半年，去年上半年，对吧？好好年轻啊！这张 P 的好假啊！其实我跟你们说，龙哥这样的人只有我不要他。我跟你讲，我都早被别的组激活了。哇，这张太好看了吧！一夜暴富，一夜暴富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磨皮过度。磨皮。还押韵啊！这是80年代那种迪厅的感觉。这是磨成一道墙，一道白墙，闪光了已经。还有这个皮卡丘是怎么了？我们组就是因为当偶像当不了，现在在搞往搞笑音 cosplay 上。今天我去皮卡龙。哎，又是这个不认识，知道谁的？就很好看啊，这个是你认识他吗？就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是很想要他微信。是吗？对，想要他微信。啊啥？你喜欢这样的女生是吧？他跑了吗？要啤酒。OK， 这是啊子睿。你拍照都要带剑的吗？哎，没了，没有啊，刚才我没带。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但我能不能向我的，向我们的团粉们申请一下，把这张照片换掉？真的，如果你们是脱粉，你们把这张照片给我换掉。这张照片除了龙红浩以外，其他人真的是丑的一绝，我跟你讲。这不是因为你们本身长得丑吗？哎，这位媒体说话请注意，我们会发函的，我公司经纪人发函。真的，这张照片真的是简直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背后是管理。哎，为什么只有我管理？一二三四，哇，起盘龙，咱们少点，直拍，少点，拍秀了吗？拍照片了。